被宣判重罪的囚犯来到了一座大型废弃建筑，在人造狱警 Island 的监视下，囚犯需要深入深渊调查殖民地的过去，击退威胁并恢复被遗忘的技术。在这个生还率只有小数点以下的任务中，扮演囚犯的我们要面对潜藏在废墟中可怕的回音，隐隐显现出曾经繁荣的城市和它可怕的命运。与今日发表的动作设计新作《月神深渊》（Lunar Abyss） 将带来黑暗刺激的弹幕地狱，致敬古早味第一人称射击的爽快移动机制，提供各式各样的武器让我们挑选，还有自暗处招呼的各式敌人和机关，保证可以让你一路杀个过瘾。喜欢弹幕海又想要爽爽射个过瘾，可以期待一下《月神深渊》哦。